琳达，再过这个10分钟，我就要录影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张哥，我准备好了。对嘛？你看这次回来用这样态度多好，大家好配合嘛。是啊。哎，对了，昨天菲菲啊才跟我讲说，临时你要来主持，这个特别来宾的资料我还没给准备，我在想这个临时反应，临时反应。好吧，依照这个琳达的功力，我相信你绝对没有问题的。那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谁啊？这个啊，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啊，楚天。琳达，现在你跟楚天的关系是如何？先说明一下好吗？等一下，哇，这个各位媒体大哥大姐，我都知道了，你们非常的关心这个琳达跟楚天，但是呢，这个什么事等录完影之后，好不好？录完影之后呢，我一定给大家呢好好的采访，好不好？好好的采访。好不好？琳达，琳达，琳达，想象一下，这是美国西部，你正骑着马，奔驰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，你狂野、奔放，想象一下，懂不懂？他们赶快叫救护车！啊，好，叫什么救护车啊？你哪里醒了？哎，你耍我啊？你没事假装怎么昏倒啊？假装的。你是没事干了？出去去忙你的。哦，张叔叔，你也出去。你设计我，让我跟楚天同台，是不是？我不是不清楚你想炒新闻、炒节目收视率，这点我也很认同。而且我也希望你重新回来主持，能够有话题，和楚天同台。你看，多好的梗！楚天不就是你最好的道具吗？那你至少可以先告诉我，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吧。让你准备。让你准备，你肯定又给我拒录。我会吗？以我现在这个身份跟这个地位，想回来重录这个节目，我都还要求你。你真的觉得我会拒绝你吗？是吗？那你刚刚干嘛又给我上演那个昏倒那一出啊？那是因为你忘了，我才是你的艺人。你把新闻点都做给楚天做什么？新闻的焦点应该都要在我身上才对。所以呢，我刚刚已经传了简讯给小胡，你记得提醒他，把我坐上救护车的画面拍的美一点，因为那可是明天报纸的头条。琳达回国首晤，见楚天受冲击昏倒送医。琳达，我不得不说，你炒新闻哦不。是制造新闻头条的能力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！那当然，我会向你证明，天后琳达是会回来的。那我就等着。西部牛仔，等你来挑战。不对啊！你到底在搞什么啊？西部草原在哪里？牛仔在哪里？狂野在哪里？我只看到一个宝宝坐在这边傻笑而已。这是观众要的吗？还是你要的？导演，再拍一次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要把它拍好的。还拍嘞？你都拍几次了？不拍了，不拍了，我不拍了。导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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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导演。导演，拜托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要把它拍好了。拜托导演。导演，先别生气，来罐饮料消消气嘛。文文，你怎么会来啊？我来探你的班。你来探班？你也是艺人啊？对呀，我跟宝宝是同一家经纪公司，
而且我听说徐导才华洋溢，除了探宝宝的班，想趁这个机会见识一下徐导的才华。徐导，人家真的很崇拜你耶。那骑马你会不会？我最喜欢骑马了。很好，这广告呢就由你来拍了。真的吗？什么？可是导演，王导，你也说句话嘛！啊，我说话呀？我没有意见呢、啊，我怎么能有意见呢、啊？大明星，拍戏现场就由导演掌控一切，好不好？一切尊重导演，我不能有意见呢、啊。不过导演了不起，导演真有眼光。好，不愧是国际级的大导演。玄文文就对了。可是，还可是什么？像你这种不识抬举的新人啊，我随时都可以把你换掉。来个人啊，帮文文换衣服，换好之后来叫我。等你来挑战，即日起 online。没错，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，就是最近爆红的这位女孩子，也就是这部广告的女主角新人文文。大家好，我是文文。文文，虽然说你因为这个广告而爆红，不过你会不会觉得那是因为你在里面的穿着很暴露，牺牲色相？才会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呢？怎么会呢？那是我年轻本钱好嘛，这叫做青春不留白。你看，像 Linda 姐这年纪，皮肤开始松弛，胸部开始下垂，坐在扮上就不适合啦。不过 Linda 姐也曾年轻过，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吧？那是当然的啦。扬言放，放言让。好，看，哎呀，可爱可爱可爱，很棒哦，很棒很棒。这个帮文文拍个花絮，好，好不好？哈、哦，那个通知一下记者发个新闻。哎，看、啊欸，等一下，那个 Linda， 你好。好、哦。张制作。哎呦，刚刚呢表现的真是好，你看这观众呢肯定爱死了，真是甜哦，可爱的每一个动作。那就要好好表现的，将来机会可很多的呢。谢谢制作。嗯，加油啊！好，我会加油。你看到节目了吗？现在是什么状况啊？没人教你规矩哦。我说你看到节目了吗？你知道文文爆红吗？那又怎么样？那又怎么样？我应该要比文文还要红呢。我的桌子你能拍吗？不想在圈子继续混的话，就继续拍我的桌子。是你自己说，我重新签回来，你就会让我更红。而且被你换出去的文文现在爆红啊！我在这里一部戏也没有，一个节目也没得接。早知道我就继续待在 James 那里就好了。你傲，我比你更傲。我早知道不要把那两个人换出去。人家有本事自己会找路，你呢，只会跟男艺人搞在一起。烂摊子都要我帮你收啊，哈！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跟楚天那天的事情，啊！偷吃要记得擦嘴。我警告你，楚天是我们家的艺人，你就要离他远一点。若出什么事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楚天，楚天，楚天，现在连他都比我红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不然你为什么要巴着他？你就是要踩着他往上爬嘛！我发誓，我绝对不是这种人。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能耐。
不然你为什么要巴着他？你就是要踩着他往上爬嘛。我没有，我是这样的。难道就不能做自己？难道不能就靠自己吗？我想要跟她一样漂亮。不赶快整理化妆箱，玩手机？我是找你来玩手机的吗？哎呦，不是啦，大师，你都没有发现你最近的彩妆品特别畅销吗？嗯，那是因为有一个女生啊，她在那个网络放了她个人的视频，叫什么“做自己好吗”？做自己好吗？嗯，爆红，不信你看，有这种事？点阅率还蛮高的哎，嗯，他叫什么名字？雅雅。雅雅。嗯，乔姐新签的艺人。乔姐那边新签的艺人。嗯，这么巧，待会要来的也是乔姐新签的艺人，而且爆红哎。这个乔姐很会做人。楚天。雅雅，我们不能再这样子见面了。对，因为你现在是大明星，我不配跟你在一起。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的关系不会变。我们真的。要是大家知道啊，他们的深情好男人是属于我的，会带我出去玩，会买衣服给我，会爱我、疼我、哄我。他们一定很嫉妒啊！你现在这么红，你可以介绍工作给我啊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工作，就可以天天相处在一起嘞。你会帮我介绍吧？看着你眼前的这个人，他是属于你的，而你。也属于我的，绝对不可以离开我。我。One。你知道我最喜欢你的地方是什么吗？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。而我很清楚我自己要的是什么，就是做自己，还有走我自己的路。老师你好，我是楚天，今天要麻烦你帮我做造型了。坐，请坐。
还自我介绍啊？不用了吧，够红了。老师，你别这样说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也是个新人啊，我还有很多地方我不懂的，而且以后我还要请你多多请教。请教？不用了吧。我们 Linda 被你一请教，都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，我还让你请教，我都不知道我变成什么模样呢。大师，事情不是这样子的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这样子，我是真的很喜欢 Linda， 我还跟她在一起的，是真的。嗯，是啊，大师，他对 Linda 可深情了。之前到医院看 Linda 的时候，打不还口，骂不还手，爱到深处无怨尤啊，好痴情哦！我也好希望可以遇到像他这样的好男人。这样的男生，他把我们 Linda 变成什么样子？从天后到蠢货，都送进医院里面去了。我可没有再有这个心思去请一个没有心眼的助理。连好男人跟坏男人都分不清楚，是真的，大师，我真心爱琳达的，我是真的很爱她。够了，你当我是记者啊？还在演？我看你也不用做什么造型了吧？负心汉是不可能改造成痴情男的。我是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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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怎样？大师，你跟楚天不对盘。不对盘，他算哪根葱啊？凭什么跟我不对盘？滚！大师，你为什么这么气他？他把我们 Linda 害成这样子，难不成我还要把他奉为上宾啊？大师怎么正义感都不像大师？你要知道 ，Linda 不红，我们少赚多少钱？我就说嘛，一定有人通风报信，不然我前妻消息怎么会那么灵通？我前脚才签了雅雅。后脚就来找我要人。哎 ，James 大哥，我只是赚钱养家活口，我没有惹麻烦，没有。麻烦？你说我是麻烦？不是，我是说乔姐。哦，你自己说的，是乔姐找你来偷拍。啊，说了就说了嘛，不然你咬我。我咬你干嘛？我要你跟我合作。合作？你帮乔姐偷拍，以次计费。拍到消息全部买断，你多不划算。你跟我合作，把消息留在自己的公司。哎，我没有公司啊。我有。你？我让你入股，你用免费的第一手消息来做交换，爆天王天后的料，做死别人家艺人，吹捧自己家艺人，以后任何的好处都少不了你。还有，我不断你财路，你一方面。去乔姐那边转，另一方面把她的消息带回来给我。